他姐是什么意思？把相亲对象带回家里面来，你带在外面，我不知道那种也无所谓啊。他带到家里面来，还留他在家里面吃饭，还宰了两个土鸡土鸭招待他。我来的时候他都没有这样招待我，我来的时候是剩菜剩饭，他现在倒好，哎呦，搞了两个土鸡啊，一个土鸭，都是那个自家养的土鸡土鸭。真的是太过分了，我都在想我哪里不如他了。他有的我也有啊，他不就有辆车吗？有什么的，我也可以买有辆车。他有房，我家也有房啊。他在桂林市里面有房，我在青州市里面有房，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一套房吗？我不想在他这个家里面待了。我看一下，我接下来是去东莞打螺丝，还是回青州跟我姐创业吧？真的是没法待了，这个家越待越过分，他感觉好像你不存在一样，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他们两姐妹，他爸妈可高兴了，哎呦吃这个，哎呦吃那个，我来的时候，你爱吃不吃随便你，没有这种待遇，我没有这种待遇。你们说我到底是去东莞打螺丝，还是回青州跟我们自己创业？说真的，我没法在这个家待了，真的是太过分了。我都没想到他们家人是那么过分的，当着我的面把相亲对象带回来。我承认他那个相亲对象个子是比我长得高一点，身材比我壮一点，但又怎么样？他是城里人，我也是城里人啊。但我会干农活，他不会干啊。毕竟我来农村里面都大半年了，我已经习惯农村里面的生活啦，那些他们会做的我也会做啊，但他那个相亲对象不一定会做啊。他那个纸扎涂的啊，花里花哨的，我这个钱不是泥巴，能跟我比吗？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城里人吗？不就有辆车吗？不就身材比我长得高壮一点吗？他有的我也有，他有车有房我也有，说不定他家还跟我家故意嘞，我爸还是做大老板的，说不定他爸还是个水泥工。我都不知道小勇看上了哪里了，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他爸妈看上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哪里不如他。说真的，你们觉得我是该留下来看着那个小勇跟他那个相亲对象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回东莞打螺丝，还是回去跟我姐创业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也不知道怎么搞，我现在头好乱啊，好迷茫啊，没有方向啊，一下子感觉真的。回去。